你是我的贵人，我是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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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贵人，我是
我甲陈正辉真正死了一模一样啦！若不是讲我知影恁咧做兵的时阵，我咧日本读大学跟乃米交往，有可能我认为讲这相片内面这人就是我咧。就当你莫讲是你好啊，换做是我啦，食饭你敢毋拿那油沙，我激动的代志我拢可能做出来。来。 你当理解就好。照苏文查到的资料，尤斯克确实是伫大学跟南米做伙。刚刚戴军是咧甲讲，尤斯克毋是正辉，我应该放弃啊。是讲就当啊，我想要请教一下。啊，当年。 因三兄弟啊去东南亚做生意，陈正辉伊有啥发生意外？我才两届拄着崩荡的时阵，我感觉伊对陈正辉有亲亲的亏欠，这是不是跟陈正辉有意外关？这讲起来，袂头疼。啊，要紧啊，歹势，小问小者。 是讲，我感觉会出来。恁三兄弟啊，恁感情真深啊，会甲一个人下伫心肝内下二十几年。我相信陈正辉若知影，伊嘛感觉家己做袂好。哎，你去哪？啉水。哎，来，李经理。 翠达，你点头？多谢。正辉，我了解，你就是这么大心，你为了要减轻我的危害，安排我拄到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。 也我继续当去做大兄的责任，继续咱兄弟情。正辉，多谢你，真正多谢你。你讲你甲周董事长出去，你搁去拜地君庙，伊带你去拜地君是要创啥？第二站伊带我去地君庙拜关圣地君啊。 无啦，啊，因刚伫咧饭店的包厢内底毋受讲，因三兄弟啊是伫咧地宫里面头前结拜的，啊，毋着亲像《三国演义》内底迄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共款。对，那面我讲就有够巧，确实是安尼无毋对啦。啊，就当个讲啊，当年三兄弟啊，伫咧金庙内面结拜，哦，感情偌好个咧。啊，所以讲食饭的时阵啊，伊看着我，毋才失去理智，毋才吼，真哩无力。 啊，所以希望讲我会当着解啦。啊对，伊搁摕吼陈正辉相片我看咧。伊搁摕相片你看？啊，我看着我嘛惊着啦，真正生做有够神个啦。我甲两尊讲哦，我是失散的相生啊。你莫讲生笑啊，你是高价呢，是倒位来相生啊？来啦，你搁认看卖这地，这地吼是台湾阿里山的地皮哦。哦，安尼有可能啦。
有可能哦，阮是亲戚，啊，毕竟我嘛台湾人啊。哎，安尼讲起来，咱甲酒店的人哦，真正做缘分的。巴克尤斯基并无想起甚物过去，也毋过嘛袂当安尼继续刺激伊的记忆，实在太过冒险啊。大爷，你拄仔甲江小姐咧开讲？是啊，阮在咧讲冠杰伊的状况啊。也毋过我听到的是。你在问江小姐进会的代志，你先来问江小姐进会的代志，是不是你已经知影江小姐就是进会的太太？团长，你来查这个代志，你所有阮妈妈的代志我拢知影。你阁想要我骂我偌久？你什么时阵知影江小姐就是晋辉的太太？这一阵慢了啦，你先拢唔敢讲。啊！你知影代志，不要跟我做，你嘛无啥物拢跟我讲啊。哦，啊，就晋辉啊，是你的结拜兄弟，伊就毋是我的结拜兄弟哦。我嘛是这几天才知影江小姐收到晋辉的遗物。你刚刚后去社长见面以后，我就想要跟你讲，要唔我后来关节发生车祸，我就找无机会啊。报应，真正是报应啦！啊，即摆确定讲晋辉是真正死啊！刚走出来一个晋辉的分身，然后咧，冠杰发生车祸，你无感觉讲这一切拢是安排好的？我感觉吼，这真正是晋辉哦，伊在报复我啦，报复我反背伊啦，这是我的报应啦！你即摆是咧讲啥物？根本无可能有这种代志。晋辉的个性，就算讲伊死啊，伊变成鬼，伊嘛无可能做出报复的代志。搁再讲冠杰是无辜的，大兄啊，绝对是安尼啦。我都毋是迄种心怀手软去害人的人，就是讲当当年拄到伊的生死关头，我煞变成一个自私卑鄙、害死家己结拜兄弟的笨手。照你安尼讲，晋辉应该来找我才对，因为伊替我挡为情，才发生后面的代志。这二十几年来，我逐天在想，晋辉是不是无死？伊可能搁活伫东南亚的什么所在？我愿意用我所有的财富来换这个奇迹。但我即款一个奇迹，无可能阁发生啊！好佳哉，今晚已经找到晋辉的母亲，至少我会当为因做一款弥补。要不，我问你，假使我今日无主动找你，甲话讲开。你是咪怕什么？我骂我一世人。大兄，你既然拢知影，就卖阁问啊啦。是不是因为了？先照你安尼讲，你骗得过别人，你骗袂过我。看你的反应，我就知我无讲唔对。我即摆想想诶，迄个咱两家人做伙食饭。冠杰带小春过来，你讲要看小春伊爸爸的相片，结果，姚母啊，我先食饭啦，食饱了后再来处理。
大嫂啊，只是看相片的，我要紧啊。你应该伫迄时阵就看到相片，知影江小姐的身份以后，阁刷来有一天，你雄雄走来我的办公室，你来。对啊，老婆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大爷，咱几十年的愿望总算要实现啊！什么愿望？我找到。大爷，你敢带什么代志？我记个真正清楚啦。我不是超工要找你的扛棒，我只是想到雷锋。原来陈辉的太太一直伫咱的身边，雷锋早就知影这个代志，我煞戆戆替伊给我假相片，四处咧找人。雷锋伊想要破案，伊就是无希望我知影江小姐甲陈辉的关系。这二十几年来，这是跌在我心内一块大石头。偏偏伊，是的，大爷，我无较早甲你讲的，啊，不过我嘛是过不离中啊。我唔知雷锋想什么方法，互你替伊圆满这件代志，我嘛无想要知影，老婆。我无想和你歹做的人，今日你啥物拢免讲，咱饮酒就好，咱只要好好怀念，你另外这个世界兄弟就好。小老爷，啊，刷来你按算要哪做？即马大嫂伊还阁唔知讲你找到金辉的母囝，所以你即马做任何代志，你是袂当受过冲动，万一嫂伊也发现着伊。你是要哪反应啊？多谢你，老婆。连你都提醒我，爱提防雷锋。看见我这做红菜，我嘛袂当阁继续，什么代志都无发生。是啦，大爷，你到底甲嫂啊，恁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为什么啦？都一对翁仔无个冤家，我知要哪处理，你放心啦。你搁管这个代志，别烦恼。来，希望一切拢会当顺心。你有任何的心事，欢迎你随时来找我。老婆，其实有一件代志你讲对啊。当我面对江小姐的时阵，一定要讲出已经万分。当年金辉兄弟死了，无甲伊带回来时阵，我一句话拢讲袂出。我真是唔敢对伊讲出真相，甚至我连失的能力，我都讲袂出。面对，真是无遮尼简单。我无法家己所想的这么勇敢。